是啊，上很大欸。来，我们继续耐玩下去了。那再来，我们上一集讲黑帝是吧？把抽空好了。哇，舞娘欸，这些也太炫了吧！舞女啊，那今天就讲舞女啊，可惜什么？哦，非常值得玩的手游啊，主要是送很大啦，然后角色可以继续搞下去，整个就是耐玩的游戏啊。我们先用我们的角色好了，不然这样太乱了。冰天雪姬有讲过嘛？哈，在逍遥五镇，这个你们认识吗？那件，嗯，哎，我记得我讲到保卫者了，今天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光耀牧师啊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然后他有那个钻石嘛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抽卡，我还没开。可是知道为什么我会想抽卡？因为我们这么多钻，当然是想要抽卡。天哪！我觉得这期会继续耐玩下去吧。自动 play。嗯，我们就继续弄下去啊。欸，所以有酒馆啊，酒馆。下集我们可以直接抽了啦。哇，这么 lucky， 今天是等于算是我们的首抽。天哪，这些。